这是我家孩子最喜欢吃的素菜，简单有营养，碗中打入三个笨蛋搅散，起锅烧油，倒入蛋液，炒熟盛出备用。青椒下锅炒出香味，倒入火腿翻炒，加盐、生抽、蚝油，倒入鸡蛋翻炒个5、6、7、8下即可出锅，喜欢记得收藏。